成道后，世尊停留在迦耶，沉浸于悟道的喜悦中。过去使我痛苦的烦恼，如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这是多么广而深的喜悦啊！就算这样死去，我也不会觉得遗憾的。悲悯苍生。这时出现的是印度的最高神梵天。你辛苦悟得正法，不就应该将法广传给世人吗？啊，我担当不起。你想坐视不管吗？这样下去的话，世间一定会灭亡。梵天哪，我现在所悟到的真理过于深奥微妙困难，普通人是不容易理解的。可是世间也有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能够接受你的法的，对不对呀？世尊啊，希望你务必为他们说法，也希望你拯救世人脱离灭亡的阴影啊，这是你的责任。你说得很对，我实在不应该让悟道之乐独留在自己心中，我应该为烦恼痛苦的人们去说法，分享悟道的喜悦，拯救世间。这就是从今以后我所要做的工作了。